它就是前面有一些小落石，后面就是瞬间全部掉下来，我们想倒车都来不及。嗯，那你这之前的大概有几部车？前面不晓得，反正就是三到五部嘛。反正那个营销他们有盘点的，你要问他们比较清楚。嗯、OK， 那没事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是 OK。那你当时是在现场？对，他车子刚经过，白色车子啊，挂那么多车子，最近的那台白色车子就是。OK 哈、啊，那时候有没有很惊吓？就想赶快跑出来，我其实也还好，我觉得有没有瞬间忽然车子没有压回，我就知道没事了。嗯 ，OK， 好，小心小心，保重。第二杯拜拜节，要一根头的公牛啊！哎、欸，抱起来抱起来，慢慢抱啊，慢慢要不要抱？另外一个啥？另外东北一个啦，那个一边家化海。现在是朝进公园，朝进公园啊。OK OK， 好，没事就好了，平安平安。